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Catherine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今天是 Oxygen Not Included 缺氧的第四集。那我们就来继续上次进度吧。那么看一下大家都在做些什么呢？我们这地方研究完毕了吗？还没有。对，还没有。我们刚开始研究我们的电力。好，帮我们来看一下咯。我觉得我们这个东西海藻缸啊，感觉他们氧气一直没有送过去哎。怎么了？觉得很热吗？这里才22度吗？应该不至于会热吧？对啊，海藻缸都没有送过来。这个海藻缸我们都用久，理论上应该是要有送过来才对啊，奇怪。好，这台有了，这台在运作了，这台也有，然后这台也有。好，太好了，这个取消好了。因为我觉得啊，这个东西装好东西呢，我们可能真的是要放多一点。所以这里放一个，这个地方之后肯定要放一个，所以我们不要放中间浪费空间。然后这边也放一个好了，在这里，这里也放一个。然后我看还有哪里需要放呢？睡觉的地方我们再放一个好了，这边我们再放一个。上楼都装饰品的，没办法，要不然大家压力过大。然后按摩椅呢？按摩椅大家也在做咯，好吧，让大家跑一下好了。让大家忙一下咯，这地方水开始流下来了。这里我觉得啊，这地方我们可能需要弄一个砖块，然后可以走过来这里取用这边的水源，要不然他们优先拿下面的感觉不是那么理想啊。好，这个没优先吧，真超多优先的。好，这个优先这一块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做些什么吧。我们的副在做什么呢？我们的副在搬东西吗？送东西过来哦，还送研究材料到我们这个台子，怎么办呢？我们是要增加个新的人吗？可是感觉我们食物来源还没有处理好哎，所以不太敢增加新的人进来。我们食物只需要5000卡了，真的不是那么多啊。然后我们还要放餐桌，餐桌要放哪里啊？目前我觉得最适合放餐桌的地方可能是这里吧，感觉这里还蛮适合的。好，看一下，我们餐桌在这里。对啊，感觉放这里其实还蛮适合的，要不然就是放在这里。可是要变成这地方又要再挖空了，才能放我们的餐桌。还这边要释放出来挖空呢？可是我暂时不想因为这里就会如果挖空的话呢，二氧化碳就释放出来了，所以暂时不想把这一层楼挖出来要不然我们餐桌暂时放这里吗？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吃东西。好，他贴心我了，跟我说食物快不够了。好好好，我知道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得挖起来吧，这个。因为我们食物不够了，这个得挖起来了。哇，这个地方我们已经封起来了。结果他还是说这个环境的氧气浓度太低了，气压太低了。这边只有45克，氧气不够了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植物如果要生长得好的话，里面可能是要放个氧气制造机，它才会生长得好哎，感觉是这个样子，对吧？哇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。好嘛，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氧气浓度吧。氧气浓度怎么样呢？有哦，正在制造氧气了。其实这个机器啊，虽然说它转换功率不是说那么好，可是它能制造出来的量算是比较大的，它每秒可以制造600克氧气，然后这个呢？每秒就制造44克氧气而已，所以其实这个算是某方面来说啦，应急的话呢，这个是效用比较高的，只是转换功率比较差一点而已。有没有？这个附近的氧气都是浅蓝色的，浅蓝色呢代表它是高浓度的氧气啊，然后蓝色呢是稍微充足，可是不是说很浓，然后紫色呢是很稀薄的氧气，这边是紫色就很稀薄，对啊，所以其实这台机器我觉得不是说那么差啊。其实还不错。那我觉得如果要应急的话呢，我们可能先得把东西挖出来了，可能先得把一些吃的挖出来了。好，看一下这边有吃的，还是我们这边往上挖这里，然后我们给它盖一个真空的门，让人物可以进去取用一些食品就好了，这样子应该不至于破坏它的真空吧，感觉应该不至于，应该啦。好，放个密闭的门呢，在这里，看能不能把这里的食物收起一下。这边两个已经长好了，这个是可食用的木头，长这个狮子，
讲这些可食用的食资啊，对吧？又感觉还蛮重要的食物，即便我们等下试一下吧。因为这地方一旦我们俩掏空了，它植物全部都枯萎了，就长不起来。这个感觉得挖菜了，食物真的不够了。好，这地方它开始收成这个食物喽。这边起来了，甘薯类东西，可这个是吃一次就没了，稍微比较可惜一点。好，到睡觉时间了，大家睡觉喽。哇，辛苦了，今天感觉也是辛苦的一天，忙碌的一天。希望明天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温室盖出来，哎，可是感觉大家都超忙的，都没空弄。哼，对啊，真无敌忙碌嘞，电力又不够电了，感觉事情忙不完，还是我们要加一个人进来呢。可是加一个人进来的话，感觉氧气会变成一个问题嘞。有没有？我们家氧气好不容易稍微的浓了一点点了。如果再增加一个人的话呢，我们食物是一个问题，氧气也是一个问题。可是感觉三个人快忙不过来了，要做事情太多了，大家都超级忙碌的。要不然我们看一下好了，看一下有谁可以选择呢？我们看一下喽。好，目前呢我们有三位可以选哦。第一位这位漂亮小姐，哇，发型超美的，红发哎。她有等级四的学习技能，然后等级二的力量，她研究会比较快速。然后学习技能的速度呢，也会比一般人快。然后他的力量比较大，所以呢，他能增加的负重，能搬运的东西呢，比一般人多不多30%。然后呢，他的优点是他很强壮啊，其他免疫力比较强壮，比较容易生病。他缺点呢是他无法煮菜。那他的其他的事情呢，是他对装潢要求度呢是-5点，这感觉还不错啊。然后对压力反应呢是会破坏东西。好，我们看一下第二位哦。第二位呢，他有等级六的医药技能，其实他的免疫力比较高，比较不容易生病。然后呢，他也可以做一些药，往后啦，往后如果有做药需求的话。然后呢，他的优点呢是，他也是很强壮哎，所以他比较不容易生病，一般疾病呢是无法侵入他的。然后他的缺点呢是他的膀胱很小，他膀胱啊仿佛像个豌豆一般大一样，多可爱啊！我觉得好像不太可爱哎。感觉会很麻烦啊！如果随地大小便，感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会污染我们的水源呢、啊，对不对？这感觉不太好玩。那它的附加的东西呢，是它对装潢要求度呢是正5点，那这个我觉得就不行了。如果对装潢要求度太高的话呢，真的是一大问题啊。然后对压力的反应呢，也是破坏狂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三位哦。第三位呢，它有等级七的运动技能，虽然移动速度特别快啊。增加70%，这感觉还不错哎。然后他等级一的挖掘技能，所以他的挖掘速度呢比一般人多了25%，这感觉也不错哎。然后他的优点呢是他没有文化，所以他不能做一些艺术相关的事情。但是呢，他对美观要求度呢比一般人少20，这感觉超好的。好，那他的缺点呢是他会打呼，我的天呐，怎么感觉这个也不太好吧？对啊，如果会打呼的话，岂不是如果他进来了，我们每个人都不用睡觉了？这样怎么行呢？好，我们再看呢，他对美观的要求度呢，装潢值呢是-10点，然后对压力反应呢也是破坏狂。好吧，我觉得目前看来，如果要选的话，可能是从左右这两位来选吧，这个会是这位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小的膀胱这个我真的不太喜欢啊，我超怕一个不小心。尿在我们的水库里，这样怎么办呢？大家都还要喝那个水耶，这样真的不太卫生呢、啊。怎么办呢？要这个跑步很快的，但是会打呼的，还是要这个呢？学习力比较强的，然后呢，它有力量的。不过其实目前我们研究人员需要两位吗？感觉不是那么需要哎。对啊，因为目前我们研究的感觉需要一位 Kinda 就够了。可是我觉得会打呼真的不太好啊！等一下，如果他加入之后，全部人都无法睡觉，这样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感觉是一大问题哎。还是我们选他呢？好吧，他的红发还蛮可爱的，我们选他吧。好，欢迎加入喽！不知道我们的食物跟氧气够不够再养一个人呢？好吗？行，我们要努力啊，努力！好，欢迎加入喽！那我帮他取名吧，我看一下我的名单呢。我们这一位呢是可爱的红发女神。那名单上呢，下一位女生就是我们的 Cindy，幻想夜风，好，欢迎加入喽。那我们就帮她取名叫做 Cindy。
哇，太好了，Cindy，欢迎加入啦 ！Cindy 看起来超开心的，好，那我就来喽。哇，Cindy 进来了，好，那我看一下吧，我们先来分配一下工作喽。好，我觉得目前看来的话呢，可能我们的研究还是交给 Kinda 吧，因为他的研究的技能呢是等级五，还是比我们 Cindy 高，所以 Cindy 先不要研究，然后作画呢也是交给 Yuki，然后我们的发电呢？发电也是暂时交给 Yuki 好了。好，那么 Cindy 负责一些搬运的工作，还有挖掘工作好了，还有我们一些盖东西啊这些的，好吧，先这样喽。太好了，我们多一个人啦，超开心的。诶，这个研究好了，这么快？我还没有，骗我！我看这个空空的，以为好了。好，这还说研究好了，真是的，那上一次的。那么首先呢，就是帮 Cindy。来盖一张床呢，我们先帮你盖个床在这里吧，放在这里，这个我们再加一张床喽。然后这个我们是优先盖，好，超多优先的。好，这个先盖，然后多一张床，然后我们箱子又满了，这边我们再盖一个箱子好了，这里再盖个2个。那这样子我们多一位朋友进来了，我们氧气是不是又不足够了？你看一下哦，这样一台、两台、三台。我感觉可能又不足够哎，我们也许氧气机器可能需要再放一台了。哦，我看一下哦，看一下报表。目前呢，我们生产氧气呢是110公斤，然后消耗的是76公斤，所以勉强我们其实还是足够的。我们还有多余的40公斤氧气没有被消耗的，那我们先暂时这样吧。好，先暂时这样喽。有喽，其实我们氧气开始扩散了。这台机器我真觉得还不错哎，没有它看起来那么糟糕啊。这附近氧气超浓的，浅蓝色，看着很开心。然后看到这个微微的蓝色波光啊，觉得心情还蛮好的。还有我们的按摩台也好了，太好了！大家如果压力大的话呢，就可以来按摩了。诶，按摩台还需要指定人来用哦，不能大家一起用吗？好，那我看一下哦，现在谁压力最大呢？我们的 Kinda 压力最大耶。Kinda，你先来用吧。这按摩台只能一人用一个，我以为可以大家一起用啊。哇，Kinda 也去按摩了，并且好享受啊！这个按摩东西上面像一只小手，有没有？捶背，怎么样？有获得放松了吗？好像不错哎。其实我觉得我们暂时一台轮流用应该就可以了吧。好，我们研究完毕喽。那我们下一个研究什么呢？我们下一个就要研究一体管线吧。好，先这样。哇，看起来真的好享受哦！有了吗？压力有变少了吗？有了，减少10帕了。好，我们就轮流用吧。我们就看说谁的压力是当下最大的，我们就给他指定这个按摩桌。那如果说压力变少之后呢，我们再换其他人轮流用吧。肯定暂时一台应该够了。听他一下按摩耶，太可爱了吧！好的，目前食物又是一个问题啦，食物真的要赶快解决了。等到我们的装潢纸处理好之后，现在多一个人了，感觉我们生产力应该会提升吧？应该会。有了吗？有了，盖这个东西了。哇，Cindy 刚刚提升技能了，获得等级一的建造技能了。因为 Cindy 的学习技能还蛮强的，所以他获得技能提升速度也会比较快哦，所以其实也不错哎。像我们看一下哦，Cindy 原本是没有任何的建造技能的，可是因为他学习等级四，所以呢，他刚刚获得了等级一的建造技能咯，还不错。好，我们堆废区也盖好了，太棒了！哇，Kinda 一直拼命按摩哎，差不多了吧？哼，压力减少到11了，差不多按了，暂时升5就好了。哇，他睡觉，对，他是睡着呢。好，这个床也好了，这个床能给我们 Cindy 咯。然后这幅画也好了，哇，好可爱啊！是食物，看着肚子饿了，有没有？这绿色是什么样的食物呢？是鸡腿吗？怎么是绿色的啊？好，可能外太空食物可能颜色不太一样，好吧。那这个箱子也做好了，这个箱子呢，我们就放全部东西，除了我们的会发臭东西不要放，受污染泥土不要放，肥料不要放，其他都可以放喽。哇，电力又不够哎，感觉我们是需要2台电力发电机了，电力不太够哎。
先这样好了，之后再看情况吧。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装潢值有增加了吗？一点点，至少睡觉的地方装潢值有增加了，还不错哦。可能等到这些画作有上颜色之后就增加了吧，目前还没有。那我们就等一下吧。Miyuki 来发电喽，辛苦了。感觉 Miyuki 超忙的，又要发电，然后又要处理我们的画作的事情，还是我们发电暂时交给别人啊？我们发电暂时交给我看一下哦，交给我们的副吗？副其实跑步也蛮厉害的啊，好，发电暂时交给副好了。我们 Yuki 呢是专心把我们的画作给他画完哦，把我们装潢值稍微提升一下。然后这里再摆一个雕像吧，这里，好，这边摆一个雕像，在这里，这边感觉可以放一幅画在这里，好，这样子。那我们画作部分就优先来盖喽，优先把它上色，这个都是，这个也是，优先把雕刻出来。哇，这雕刻好哎，这什么小天使吗？沉思的大卫，这什么沉思的 Yuki 吗？又是他雕出来的东西吗？所以我们睡觉区域呢，装潢质感觉还不错喽。哇，太棒了，慢慢在改善当中了我们环境。啊，我们食物成没了，糟糕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们装潢可能暂缓一下好了。暂停一下哦，我们的优先顺序可能要改一下了。这个先放五就好了，这个先五。我们可能得优先处理我们的饮食问题了。我们这区先用九哦，然后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觉得我们需要盖那个泥土机了？泥土机还暂时应急吃东西了，因为我们食物成没了，糟糕。对啊，看着需要哎，应急一下。盖这个可以弄泥土，做成泥土布朗尼的机器，感觉我们需要哎，好吧，我们暂时放一个在这里喽。你这没办法了，真需要。好，暂时一台在这里吧，这样。然后这电线连进来，这里，我们看一下目前电线呢，全部都是稳定的，这电线还可以。好，这个优先盖。哇，用食物还是没处理好啊！坚决食物是一大问题啊！好，马安心，你这盖好之后呢，我们暂时吃那个泥土布朗尼应急一下吧。这没办法，对啊。好，这台机器目前交给我们副来跑咯。好，之后我们可能工作要交换一下了，可能变成说研究暂时交给我们 Cindy，然后主菜呢暂时交给我们 Kinda。好，这盖好了，我们先做这个泥土饼吧。哇，要吃这个东西了。这个我们暂时用酒哦，因为目前呢，我们什么食物都没有啊，全部吃光了。所以我们暂时呢，先做泥土饼应急一下。好，我看一下哦，主菜部分呢交给我们 Kinda，因为我们 Kinda 呢主菜技能最高四，所以呢还是暂时不要研究了，研究我们交给我们 Cindy 喽。好，交换，你先这样吧。至少我们会有东西可以吃了。这地方电线还没接起来吗？这个，应该有接啦，奇怪。好，这个用酒，先把它接起来哦。奇怪，他们怎么优先取用这边水啊？我希望他们先拿这边水来用哎。这边已经盖好啦，所以其实他们走得过来了，奇怪。好，算了，这个不是目前我们需要担心的问题，目前我们需要担心的是食物的问题啦。请打加油啊！我们食物的重责大任在你身上了，加油啊！有咯，制造出这个绿色的抹茶口味的泥土布朗尼，大家吃吧，至少是能吃的，是不是？好吧，我们应急一下了。奇怪，大家怎么都不来盖啊？他说走不过来，怎么会走不过来呢？应该走得过来啊，奇怪，对吧？这个门应该过得来啊，还是不要放一个哦？好，这边我放一个会通气的，好了。是不是他走不过来啊？奇怪，好，这个用酒哦。哇，到晚上睡觉时间了。好，那希望明天可以把我们温室盖好。然后在温室盖的时候啊，我们就暂时吃我们的泥土饼应急一下吧。我看谁压力最大呢？哇，他压力又是零哎，太棒了！因为我们的环境其实还不错，有没有绿绿的？至少了他们睡觉的地方环境还不错。好，大家睡吧。
等到把食物问题解决好之后呢，我们再盖一些餐桌给大家坐着吃饭喽。目前可能暂时没有空出来盖餐桌啊。哇，我们研究完毕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哦，接下来研究什么呢？接下来我们研究这个空气清新的好了。好，这是研究了，这个也代表呢，我必须要做一个超级电脑啦，所以得往上挖了。哇，这个真的是，好嘛，行，我们先把这地方处理完毕之后呢，我们再处理超级电脑的事情吧。先把这个弄好。对啊，这怎么进不去啊？奇怪，这个门是用自动门呢，所以理论上是进得来的啊。怎么会啊？打开呢？有啊，我们打开了，可以了吧？先把这挖掉。那我们氧气怎么样呢？哇，我们氧气好充足啊，浅蓝色哎，看觉得好开心。怎么突然间觉得这地方可以种东西啊？有没有氧气这么饱和啊？感觉都真的可以种东西。我觉得可能我们的温室到时候里面呢，需要放一台氧气制造机了，要不然植物可能又说空气的气压太低啊什么的，然后就无法生长之类的。知道哎。奇怪，大家怎么不来挖这个啊？是没空吗？可能没空，大家都超忙的。诶，怎么变成 Yuki 在做菜了？等一下，做菜应该是只有给我们的 Kinda 来做啊。好，这个弄到哦，给 Kinda 专门做菜，其他人就不要做。我们就分工合作，每个人做他该做的事情，这样可能效率会比较高。有要来挖了吗？还没有，大家都在搬运东西，太忙了。有了，终于。Yuki 开始挖这地方了，挖一点点，然后没挖了。他真的太忙碌了，是不是？就用自动门好了。你先暂时打开，暂时打开。有了吗？有了，终于。他们在盖了，盖了温室了，然后又来取水了。是怎样？这东西消耗太多水分，是不是啊？这台机器，感觉是哎。可是不做的话，我们又食物不够。每个人至少一天要吃到2000卡才够啊！我们先做个8000卡，然后就停，再应该够了，先8000卡。怎么样？都睡觉了哇？好的，睡吧。好吧，那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喽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影片，如果喜欢，请帮忙一个赞、分享、留言，还有不要忘记订阅，接收最新消息哦。感谢收看，拜拜。